哎呦，哎呦，这样配上效果，蹦蹦，哇，就像啊，嗯，招数的表现，配合，配合，嗯，我这个前一个腿这一拳，对方还有和我要搭配的很好，搭配的很好，才会不会穿帮。那我们在路上怎么找到跟我们那么配合的歹徒呢？哎呀，这的确是个好问题啊。我也遇到这个问题，很多人说你，如果你遇到坏人，会不会跟他们打？我说招架，当然不会了。我说第一件事情可以溜就赶快走了，可为上策。来来来来，现在换大歹徒，不是老师小心。我们这次两个人一起来，好不好？一对二啊。看起来呢，好像我感觉踢到他一样。哦，那这还要导播的配合啊！麻烦你给我们讲一下第几个镜头 take。这个前脚功夫真的不是盖的，哎呀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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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个你就要演歹徒，哎，我那你要跟孙兴演是吧？不不，孙兴演的话，我演什么歹徒呢？一点都不像歹徒，问题是你太中国老套了。哎，跟我这个，跟你这个，谁是你的？跟我这个电影上面的偶像哦，李在复。好，我们领教一下。不是领教一下，不然会马上就知道登徒子会碰到什么样的下场。那我是这个。什么招式都可以，你就尽量，当然可以啊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我帮你拿麦克风。脱外套，脱长裤了，脱外套。不要客气啊，你抓了 K 就真 K 没关系。你不要跳好不好？色狼哪有这样子的？对呀、啊，好了。哎呦，擒拿！哎呀哎呀！这就这可以破解的，这可以破解的，可以破解啊！擒拿术大家都会嘛？哦，原来你是老手啊！哎，厉害厉害，这破解掉了，破解了吧？破解了，还没解，小董，各位朋友，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连环炮。哎呀，今天我们谈主题，小董是非常非常的感兴趣，那就是吃，不对啊，喝，不对，玩，不对，乐，不对，赌。对，不对、啊？哎呀，你的兴趣还真的不少哎！哪里哪里，这会儿都招了。哎，不是，你这都不是那，该不会是在电视上谈？哎，就你最喜欢、平常爱谈、电视上不敢谈的女人。哎呀，这个兴趣你比我浓厚太多了。有吗？我说这个女人在印象当中总是弱不禁风、金枝玉叶。嗯，还有什么这个小鸟依人呐、啊嗯？哎呀，这个手无缚鸡之力，最后还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。其实呢，自从提倡了男女平等之后呢，现在女人真是不得了啊，甚至比男人还强，还有女强人的名词出现。哎，所以这个。巾帼不让须眉，现在当兵的人也不是男人的专利了。对，自从我国古代的花木兰代父从军之后呢、嗯、一直呢到现在，像是伊朗啊、以色列啦、黎巴嫩呢，也都学习我们，也都有这个女兵从军的规定。哦，原来以色列、伊朗女兵是受了花木兰的影响，并不要胡说八道。哎，不过说真的，现在啊，我们中华民国的空军官校从民国80年开始呢，也开始招考女性的飞行官了。嗯，据说飞得比男性还要好。哎呦，这样子啊。嗯，那不止如此啊，像我们还有非常厉害的一些圈内的女打仔啊，不仅个个身手矫健。经常把男人打的这个可以说是跪地求饶，哎，尤其是打那些色狼啊，对，是。不过说真的，像这个武侠片早期的女侠就很多，像什么这个蝴蝶啦，后来什么萧芳芳、虞素秋啦，像他们演的电影很多啊，《急火红莲》啊，《阎王令》《圣火雄风》，哎，后来呢就是郑佩佩，那不得了，大醉侠、玉罗莎、金燕子，后来还有喵可秀，哎呀，《精武门》《猛龙过江》，还有《上官凌风》《龙门客栈》《大明英烈传》，还有现在非常出风头的制片人徐峰，哎，《霸王别姬》啊，不是《侠女》《山中传奇》以及《刺客》，哎，一直到最近什么杨紫琼了，都可以说是女中豪杰，哇哟，那个拳脚功夫那真不是不得了。我看这个以后呢，再也不能用这个花拳绣腿来形容女人了。是的，今天请到几位女星到节目当中来，那怪怪，她们真的不是花拳绣腿，她们真枪实弹。哎呦，而且她们腿呢都很漂亮。那得看看她们。来，欢迎孙兴、狄英、李在复。哎，欢迎！今天谈了很多这个武打戏，是我们80年连续剧正在上演当中，都是武打戏。想必你们现在已经不像以前花拳绣腿，真的都有真功夫在里面啊。真功夫的在我旁边啊。哦，真的啊。对对对。李赛凤小姐啊，她过去拍过很多，也都是属于这个武打的这个。你是真的自己本身有练过武功吗？我以前是学跳舞的，拍戏之后呢才开始学功夫。哦，这样子、啊、你看真是全身好像伤痕累累啊。对呀、啊啊、就是拍打戏打的。那个是被男朋友毒打的。不是他打人，是被人打。狄英也是第一次好像演这个
武打对我来讲很简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刀马旦出身。哦，怪不得以前练过功夫的。歌仔戏这个武生出身的哈。武旦。哦，武旦出身的。会演着演着，突然就比起那个歌仔戏的动作唱起来了，会不会这样？会，我想不会，因为跟我平常一样嘛，我平常也不会边走路边比啊，对不对？也是很正常的走路啊。那个我知道啊，可是那演戏就不一样，镜头前面就会紧张啊，一讲就开始唱了，会比起。我想不会，因为古装跟时装对我来讲，我想一样，都差不多，差不多老手了。但是我在里面打的很少，比赛风打的多。因为刚开始那个我们制作人吴宗德，他不知道我会打，那 后来知道已经太晚了，距离一些了，所以我在里面只有啊持枪的动作啊，然后偶尔稍微打一点点而已。哎呦，这个算是这个你赚到了。就他损失了啊！一开始让你就开始这个，让你这个拳脚功夫就要开始这个，让观众看到才对。但在戏里面，我蛮幸运，就是没有跟这位啊女星对打。为什么？然后我都是吩咐我的手下去做事。跟他对打就是不幸运吗？小董好希望跟他对打一下。你想得到这些伤痕吗？啊！不要说伤痕了，他就算是现在就是立刻拿刀把我砍了，我也死而无憾了。真的吗？麻烦拿刀来。砍哪里啊？不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哎，不过因为看过他很多的作品，所以对他这个李彩凤小姐呢，非常的这个敬仰。哎，其实呢，拍动作片，感觉上是拍出来好像真的打到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用技巧上的，拍摄的技巧来避免打到对方的。除了拍摄技巧之外，好像我知道这个好像还有所谓的套招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一定要大家套得很好，准确性很好，才会不会受伤这样子。可是这个都是忙中扭乱，明明套得很好，突然一刀过来，本来要躲掉了就没躲掉，咔嚓就真的就是。要真套这么好，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伤痕呢？哎，真是，到底是谁那么狠心把你成这个样子？这个应该不是。这个应该不是。我以前曾经有受伤，就是、哦、也是拍戏。我想最重伤的最重就是我从二楼跳下来的时候，后面爆炸就爆着了，就是整个人烧伤了。拍电影真是太危险，真的是很辛苦、既然这样，你为什么这次还接下这个又是武打的这个连续剧呢？是为了生活呢，还是为了兴趣？生活就不是。这部戏呢，其实是。当我当制作人找我的时候，我是被他的诚意还有看的剧本之后，我觉得这部戏很有正义感，带给观众有一个很好的很好的形象的故事。所以呢，我就决定毅然决然的就接受这个邀请。对，因为之前我哪怕再烧一次也不要紧。之前我也推了几部电视剧，台湾的电视剧，正好是第一次来演，这是我第一次拍电视剧。对，觉得满意吗？还不错，台湾的工作环境，大家都对我很好啊，而且孙欣啊，大家我们孙欣跟小董都对你很好，他们对每个女人都很好的，真的、啊，跟八哥一样。我们怎么跟孙欣比呢？是吧？没有机会了。孙欣现在最红了，这八点档常看到他自己打自己啊，八点档玩九点又有啊。所以不用我们打，他自己都已经伤了。他都自己打自己，而且跟很多的女明星啊，国内几乎这个美女都被他这个清光了啊。所以这他现在是最幸运的这个小生。应戏剧要求啊。对你来讲还是一种牺牲，对不对？也不是牺牲，互相牺牲。哦，互相牺牲。好，今天请三位来，不是光说说就算了，光说不练是假把式。假把式，他们真要练练的，还真要对打一下，还请两个歹徒到我们节目当中。哦，榻榻米也铺好了，鞋子也脱掉了。对啊，准备开始就玩真的了，真枪实弹就来了。就孙欣，你今天好像不要表演，我今天做观众，做观众，做观众。表演的时候在电视上。你要不要演个歹徒，好吧？啊，有，今天我们特别请了一些歹徒。有啊，今天请的两个真的很像歹徒吗？歹徒先生，好了，掌声欢迎。特别来宾啊，就是这两位歹徒，还刚才我们这个单位到土城给他保出来的。别讲，还有个大名，这个贵姓大名？我杜志成。哎呦，我叫董志成，叫杜志成。哎，真正的，我徐子淇。徐子淇，我看头发歹徒还头发吹得这么漂亮哈、那现在开始谁跟歹徒先打？我先来示范好了。我看着徐子淇长得很壮，你小心点，像洪金宝一样。你挑你吃得消吗？能挑能呀的。哎，先来一个小一点的。小的，完了之后还挑大的，哇，胃口挺好的。哎，啊，让开点。这第一个示范的好像是这个，好不好？第一个是示范什么？示范，其实呢，我们这个动作呢，就是因为我们拍戏有的时候也会拿一些技巧，不会。打到对方，但是画面看上来了，好像真的打到对方。对，你是不会打到对方，对方打到打不到你，那就不一定了。来，歹徒，来，一二三，来。哎呦，这样配上效果，蹦蹦，哇，就像啊，好。
招数的表现，配合，我这个前一个腿再一拳，对方还有和我要搭配的很好，天衣无缝，才会不会穿帮。那我们在路上怎么找到跟我们那么配合的歹徒呢？这的确是个好问题啊。我也遇到这个问题，很多人说你，如果你遇到坏人，会不会跟他们打？我说招架，当然不会了。我说第一件事情可以溜就赶快走了，作为上策。来，现在换大歹徒，不是老师，小心。我们这次两个人一起来，好不好？一对二啊。看起来呢，好像我感觉踢到他一样。哦，那这还要导播的配合啊，麻烦你给我们讲第几个镜头 take。这个前脚功夫真的不是盖的，哎呀，厉害！这个迪英，那人家的前脚功夫这么厉害，那你这个腿啊又不是很长，那踢又踢不到人家脸，那是你是要表演什么？我在里面是有一些持枪的动作。哦，持枪的。那今天就只有拿枪，不太打的。用枪打就可以了。对呀，现在打不过嘛，只好拿枪。就用枪是吧？而且我的枪还蛮大的。哎呦，这么长，物资哦，冲锋枪，对，冲锋枪，对。今天有带来吗？今天没带来，之后用假装的这样子。哦，假装的，好来了。那这个歹徒还是联系啊。哦，你比好了，蹲姿啊，持枪，来吧。哎呦，歹徒来，哎呦，嘣一枪，哎呀，上来，嘣嘣，哎呀，哦，就当场就。两枪毙两命，这个枪法要得，厉害！刚刚的那个后滚是因为前面有歹徒开枪了，所以我赶快后滚。哦，这个画面啊，我只有在这个周润发的店里面看过。你现在知道他头发会乱了吧？就是刚刚翻来翻去的。前面还有蛮长的动作，我想等我做完的时候，已经时间到了。这个干嘛？我觉得这个就像我讲的，哪里找到这么配合这么好的歹徒呢？我也来演个歹徒，但是我是不按牌理出牌的。哦，你就要演歹徒，哎，我那你要跟孙兴演是吧？不，孙兴演的话，我演什么歹徒呢？一点都不像歹徒，问题是你太中国老师了。哎，跟我这个，跟你这个，谁是你的？跟我这个电影上面的偶像哦，李在复。好，我们领教一下。不是领教一下，观众会马上就知道登徒子会碰到什么样的下场。那我是这个。什么招式都可以，你就尽量，当然可以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帮你拿麦克风。脱外套，脱长裤了，脱外套。不要客气啊，你抓了 K 就真 K 没关系。你不要跳好不好？色狼哪有这样子的？对呀，好了。哎呦，擒拿！哎呀！这可以破解的，这可以破解的，可以破解啊！擒拿术大家都会嘛？哦，原来你是老手啊！哎，厉害厉害，这破解掉了，破解了吧？破解了，还没解。哎，小董，我就跟你说，脑充血，完了，我就跟你说，因为这个镜头不用闭嘛，所以就直接来，不要乱来嘛。是，这个真的要提出来啊。对于李赛峰这种啊，千万是这个沾惹不得哦，他这个拳脚是非常有力的。那也搞不清楚，你要是碰怎么样，要不要？他喜欢怎么样？救护车已经叫好了。他喜欢的对象就不会对他这样，对不对？你像你这种色狼，我是借机让大家更了解李赛峰他这个拳脚功夫。哎，真的这种真功夫的，其实当个武打明星还真是不容易。其实我们电影里面看了很多，像你在香港最佩服哪个拳脚功夫好的女演员？都有好多个啊，譬如有谁？杨紫琼啊，好像我们动作演员呢，女孩子就有几个，杨丽青啦，惠英红，还有谁啊？都差不多。台湾还有胡慧中，胡慧中哦，那也是被跟你同一帮的嘛，火烧帮的，被受伤的。